33岁宋茜上热搜，新造型很时髦，罕见穿搭腰身纤细黑色腰封成亮点。有的人会认为黑白这两种颜色的服装相对来说比较枯燥，搭配不出什么新意，但其实只要服装的设计风格得到布料也比较合适，那么黑白这两种颜色也会有它独特的韵味。我们接下来就看看宋茜是如何搭配黑白的服装的。一件短款的上衣能够凸显我们纤细的腰围，宋茜这一次穿了一件黑白条纹的短款上衣，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这一件宋茜的这一次穿搭最突出的就是她戴的两个大大的流苏耳钉，不仅起到了很好的装饰作用，同时还能修饰宋茜的脸型和颈部的线条。最后我们就来看一看宋茜身上这一套引起热议的服装。有网友说这一套衣服穿到其他人身上就没有那么好的效果了。我们可以看到宋茜的这套衣服上面是以绿色田野和小雏菊的样子来做装饰的，很显白，但是如果搭配不好的话就会看起来比较乡村风格。